大家好，我是一级英文培训专家 Debbie。 在接下来的暑假，我除了会开办小五六的课程之外，还有初中的英文班。如果你是小六升中一的同学仔，你们就可以报读 Level 7的课程，至于中二至中三就可以报读 Level 8。 在接下来六堂里面，我就会包含了读、讲、听、写和最重要 Grammar 文化。我發覺很多同學仔都會忽略了 grammar 的重要性。不過我告訴你，如果你 grammar 好的話，是絕對可以幫到你在 reading、writing 和 proofreading 份卷裡面攞高分的。所以接下來我課堂就會教授一個 TPS 的模式。掌握了 TPS 模式之後，就可以令到你們答 grammar 題目的時候得心應手。在 reading 方面，我們就會拆解不同的題型，分別有 true, false, not, given，還有 inference 推論的題目、生至死位和 summary close。 只要用我教了你們的技巧，一來可以看快一點，二來你們的準程度也都是會提高的。去到 writing 方面，我就會教授一個 7C 法則。學了7個 C 之後，令到你們作任何的文章都不會再手騰腳震。至於配套方面，你們可以網上問書和作文給我，我會親自批改的。最重要最重要，我課堂裡面是有一個看新聞學英文的元素，你們就可以緊貼時事學到更加多的英文生字。各位同學仔，六堂咋就可以幫你提升到你的英文水平，快點報名吧，一起跟我 Debbie 輕鬆零壓力學英文。